那这是谁要求？你要求吗？大家要求。其实我很讨厌唱这首唱被卡掉的，很不尊重还是什么？我们来给他从头唱是吗？好，那今天先谢谢那个三弟的大哥，然后马全乐队来帮我们做一个特别的企划，然后也很开心，就是圣诞节可以跟大家一起度过，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在我这个寿星的面子上，回去可以叫我的粉丝专业的人来赞啊！还有我们的蛋糕，跟大家一起合照一张，回去传我们的照片，好吧？然后又忘了我之前学舞了，没从昨天开始就学的。今天马上就学，今天来这里就是要送礼物，当然没有问题。第一个愿望，第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被恶意骗。好，没错吧？没有，应该没有人想要有读不完的大学吧？没有，没有吧？没有吧？读不完书没有，对不对？顺利过关，然后学业进步这样。第二个是送给你们海洋之水，耶！第二个愿望，我希望这张专辑已接近尾声，然后之后还有机会可以到四楼的时候，不要被人家卡歌。然后现在这张专辑赶快出来跟大家见面，明年再怎么说没有，都要来小巨蛋找我们，好不好？好，就这样吧。默许。大哥，生日快乐！又打你了，应该打对不对？你们双手让我们来查你们啊！那个脸要露出来啊，我要挡脸是吧？来，一二三，大家说生日快乐！一二三，忘记了。